就是要用这瓶红酒试喝一下，搭配前面的佳肴点心，来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搭配这瓶红酒。第一个，我首先用苹果面包来试试看。这个苹果面包本身就不会太苦，那我来配个红酒试试看。其实是蛮搭的，就是要甜，但像这种比较有酒精的东西配起来，其实还是有它的风味。那我们先来介绍第二样，我前面这边有，这个是我们的雪花饼，雪花饼 ，OK， 雪花饼配上了红酒会怎么样呢？一口干，因为凤梨口味，也是比较甜的。算是了，但是这种比较甜，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苹果面包。这样，我前面这个杏仁酥，它就是包覆了整片杏仁，它很烤，对，应该是非常的风味。试试看看，这个很好吗？这个很好吗？这个就怪怪的，这个绝对不能搭在一起。怪，最后一样，应该是最适合花生，最家常便饭。哎，不错哦，这我还蛮配合的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介绍的红酒搭配我们前面的点心佳肴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现在红酒，注册红酒，客制化的，买两箱送一箱，原价9600，平均三箱买，平均 一瓶只要133。那另外我们前面的苹果面包呢，一样买两箱送一箱，好，优惠给你们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